鲜，系一种外力，扭曲我哋睇嘢嘅方式，颠倒人内里嘅价值。男人跳坡，人哋点睇重要咩？最重要系自己嘅舞，为自己跳。外界嘅目光系一个拳头，你做啲咩，点样做，做成点，点都可以攻击你。但系咁唔代表佢可以 KO 到你。就算系沙包，都要系一个唔可以被打低嘅沙包。